大家平安，大家好早。咱这是来唱新圣诗第二首《圣哉圣哉圣哉》，一条阿乐上帝，咱大声挥嘴来唱这条歌《圣哉圣哉圣哉》。来，圣哉圣哉圣哉，尊荣大主宰，咱着唱歌齐声，阿乐上主尊名。圣哉圣哉圣哉，降伫天地高海，阿乐上帝。关注在第一首歌来一道，圣哉圣哉圣哉，尊荣大主宰，咱着唱歌齐声，阿乐上主尊名，圣哉圣哉圣哉，降伫天地高海。上帝之尊之观主赞，第二再来讲，圣哉圣哉圣哉，万圣拢敬拜，免留感恩尊严，奉献伫宝座前，千千万万天君弥勒阿乐敬尊，出声感谢，永远上帝大恩，正水一条诗歌。咱这条诗歌有三十个诗歌吼，第三十安尼讲，圣哉圣哉圣哉，全地大主宰，万民大声吟诗，阿乐上帝慈悲，圣哉圣哉圣哉，尊严到万世代，阿乐三位是独一大主宰。好，来，咱再来唱第二十个诗歌，来。圣哉圣哉圣哉，万圣拢敬拜，免留感恩尊严，奉献伫宝座前，千千万万天君，弥勒阿乐敬尊，出声感谢应。我从地大问第三站，圣哉圣哉圣哉，全地大主宰，万民大音是阿乐上帝尊心，圣哉圣哉圣哉，尊严高世。三位是独一大主宰，咱第三个再来一道，来，圣哉圣哉圣哉，全地大主宰，万民应当吟诗，阿乐上帝慈悲，圣哉圣哉圣哉。尊严感世代，阿乐三位是独一大主宰。阿门。咱接续来献开新圣诗第558首，恳求救主对我光明，恳求救主对我光明，才会传递活命命令。我找你失迷惊离，那主带我到你身边。这条诗歌有6章吼，咱看咱的圣诗边啊，佫有吼。第二章咧讲，恳求救主因带帮咱，我才会看摇带的人。求主赐我，我通仰视心腰嘴大，你正惊离。第三章咧讲，使我快乐，
勇敢自在，站在石板坚固无碍，予我伸出疼痛的手，救人脱离苦海忧愁。第四章来讲，恳求救主大声教示，我才会教宝贝真理，予你的话进入真深，到伫众人温柏的心，温柏的心，伫咱的内面，深深甲上帝的话藏伫咱的内面。第五章来讲，将你父母来赏赐我，予我的心得到充满。在你心情的切坚固，包容忍耐，恶乐我主。第六节，求主应我，虽然卑微，各时各位叹你旨意，到你阳光予我看见，有份在你平安欢喜。求主的平安时常甲咱抵带，求主的真理时常对咱讲明，咱做伙来吟这首558首，恳求救主对我讲明。恳求救主对我讲明，才会传递我命。第一站，咱搁来一道。恳求救主对我讲明，才袂传离我命命令，予我找你是别行的，那主带我到你身边来。第二站，恳求救主引带帮助，我才会看有错的人。求主赐我吹打你正行你第三站，使我归答勇敢主宰，站在石板坚固无改，予我伸出疼痛的手，救主大声教示，我才会教宝贝真理，予你的话真理真深，到地震来拥抱。心第五站，请你父母来相思我，予我的心得到充满，你的心情你切坚固，不用你爱主来。第六节，求主应我，虽然卑微，但是祂为
但你知到你永光，到你永光，予我看见，有份伫你平安欢喜。阿门。求主用伊的父来相属咱，予咱的灵命哪来哪丰盛。伊要令咱，咱虽然卑微，但是主无看咱是卑微的人，有缘会当伫个面前来服侍伊。有一条诗歌安尼讲：我做极重，无得体恤，叫天律法永远着死，再无法度通救家己。耶稣，我来求你。这条诗歌在格里汉布道会在用的时候也救很多灵魂，很漂亮的一条诗歌，伊原文是这样写 Just as I am without one plea， 亲像我这个人罪过极重，在主的面前无通提示，但是主无看咱卑微，伊犹原将伊活命的话，活命来相属予咱。这条诗歌是 Eliot 一个真有才华的英国的一个女诗人，在伊身躯受到极大的拍碎，伊无法度行，变碎的时阵，伊捌埋怨，埋怨上帝为甚物予伊会当无法度。各用伊的声音来感动人，但是主讲，照你的样式，照你原本的样，照我本相。这条诗歌伫国语诗歌内底叫《照我本相》，真水一条诗歌，救真侪人。咱做伙来吟这条诗歌的第一节：我做极重，无得体恤，照天律法。永远就是咱做伙来吟。我做极重，无得体恤，叫天如花，永远就是再无法度通救。家己耶稣，我来求你，求你。第一节，咱搁来唱一道。我做极重，无得体恤，叫天如花。再无法度通救家己，耶稣，我来求你，求你。第二节，我做极重，满心无悔。家己努力无法通说，主老无悔洗我，真基耶稣，我来救你，救你。伫钢琴这条歌内面。咱深深来思考，咱家己伫这年的过程当中，咱有偌多的代志伫主的面前啊，咱是一个罪人，咱极其误会的心，但是主无看咱遮，伊要赦免咱。伫新的一年，咱要重新搁做一个人，做一个上帝所喜欢的人，
上帝所重用的器具在伊的面前，咱目睭开开来思考，来祈祷，咱透早的时光伫遮。